来，让漂亮姐姐们看看我们，很久都没有看见苗无疑了。马健，看镜头，镜头在这里，这里。哎，其实因为我在韩国的素材还没有剪完，本来这周是不打算拍视频的，但是今天我程姐，因为她自己有其他的事情，然后正好要在徐州这边待一天，大家也很久都没有见到程姐了嘛，所以跟大家简单的记录一下。我在韩国买的东西比较多，衣服还没有完全寄回来，但是化妆品基本上我都是直接带回来的。本来想着要不然先给大家拍那个购物分享发出来，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好像大牌的化妆品倒没有买很多，都是买的韩国一些比较平价的化妆品。这些黑眼圈今天实在没有时间遮它了，就这样吧，一会儿程姐就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买的一堆化妆品、美瞳、各种各样的口红什么的。我还有一些想分享的衣服还有生活用品还不在这边，所以其实我有点怵拍购物分享，感觉这个购物分享会巨大。但如果你让我在我现在用的所有化妆单品里面推荐一样给大家买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这个的。不是广告啊，真的不是广告，是广告的话天打雷劈。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用完之后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单品，Make Up Forever 他们家的这个粉饼，应该是有色号的吧，这个色号是，没错，这个色号是01。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有在用一块的，哪一块是我本身先用的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这次去韩国的时候我忘记了带它，就是什么东西我都带了，就是忘记了带这个粉饼。然后前几天我就一直没有用粉饼在化妆，后来发现它确实是跟我不用粉饼那个持妆度有差别，所以说我临时去百货商店买了一块。这个在韩免真的很便宜，就大家去买的话看准折扣。简单的画一下，我程姐现在正在打车来，今天正好也测试一下我新买的这个粉底液。这个粉底液买的是专柜的一个牌子，我先用一下，如果好的话再跟大家说。然后我这次去韩国真的找到了我的人生纸板夹，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国内没有卖的，而且这个连韩国的 Olivian 都没有，只有他们的那个韩国的官网有卖的，是这个牌子的，它是那种宽的，比一般的纸板夹要宽一点的版型，加那种就是这边的那种怎么说侧面刘海，一级棒。久违的出来吃个早餐，我感冒的程姐来打个招呼。要死，走吧走吧。Hello， 你要去，你俩坐一边，我坐里边吧。我程姐这两天比较憔悴，主要是工作上比较累。我们在韩国最好的朋友，是，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十几年了。这个里面是山楂糖的糖糕。糖糕好吃，奖金都给你，我吃咸，又香又甜，真的好吃。玉米面酥饼，好筋道啊，都尝尝，好容易来一次。别让他生气了，别摸他尾巴。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把苗玉给撸生气的，生气了。中午接上了我程姐，我们一起来吃个饭，
因为程姐她有点上火，所以吃不了辣的。徐州菜一般都是偏咸，有一点点辣的那种，所以今天不好意思各位，我们又来吃南京大排档了。不过没有关系，程姐没有吃过吧？没有啊，没关系，程姐没吃过南京大排档，所以今天也不算白来。点了一个乳鸽汤，这个我上次喝了感觉还不错。然后这个是他们那边的特色烤鸭包，让程姐尝一下我们这边江浙的包子，甜的。然后阳春面，这是程姐的主食。一个不小心菜点多了，吃不了打包吧。这个是哎呀包菜，然后那个上次吃的校门口糖油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这个是蟹黄豆腐，然后还有一个地锅小公鸡，程姐也可以适当性的吃一点，这个有一点点辣。这个是我每次都来必点的一个王府泡椒鸡，本来想带你去吃徐州菜的，你知道吗？结果我今天早上我看你嘴，我想还是算了吧。圆白菜炒粉丝，看你那个醋溜白菜。行吗？还不错。我程姐觉得太好喝，又买了两杯带走。沈阳没有这个吗？喝一杯带两杯。这边开了徐州第一家鲍师傅，好长队啊。看看有什么可买的。我的妈呀，这个人直接在店里面排了个 U 型出来。还缺啥？各位，现在是晚上10点多，我刚刚洗完澡。我之前在韩国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过好几次我迷上了 Hybr 吗？然后我查了一下它的做法，这个是它需要用到的威士忌伯爵红茶， Hybr 就是用它做的，我也买了一瓶。我最近晚上睡觉之前偶尔，不是天天啊，偶尔会做一杯来喝，应该差不多了。那天下午跟程姐去喝了杯奶茶，然后程姐就回去休息了。这两天程姐感冒，状态不是很好。这次程姐来徐州呢，是属于有其他的事情，然后顺带来见一下我。将来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去沈阳看她。这个柠檬是我之前洗过的，其实这杯热量不低，但是喝完它的确很好睡觉。稍微有一点韩国酒店里面那个颜色。来吧苗一，走了，睡觉了。又开始踩，你又开始踩。各位，苗已经在这边睡下了，我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准备去刷个牙，
然后睡觉。在睡觉之前呢，要跟大家安利一下我的这个新被子，是来自唐岛的呱呱凉被。首先这里呢要感谢品牌赞助本期视频。这个被子呢是属于那种一上手摸就能感觉得到它非常的凉，它的这个面料非常的高级，是在凉感纤维中加入了矿物牡蛎，而且它的被芯是这样像西瓜的纹路一样直接固定住的，所以它在睡觉的时候不会乱跑，大家不用担心会因为踢被子导致被子的厚薄不均匀。而且它这个里面被芯的填充物是亲水纤维，带着也不会闷汗，肤感超级的好。它的触感呢是像平时穿那种高级的瑜伽服一样滑滑的，非常的舒服。这条被子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点，就是它可以整条被子机洗，特别是像我这种养宠物的家庭，我的床品其实经常需要洗。而且最近因为天热，苗一白天就直接睡在这个被子上，像它的话就直接整条丢进洗衣机里面洗就好，平时也不用套被套，而且机洗之后它的凉感也不会消失。下面垫的这个呢是同款面料的凉席，它的背面是这种网格的，非常的透气，它会比我们日常用那种竹席更贴肤更舒服，睡上去也是清清凉凉的。而且这个凉席也是可以整体机洗的，它的旁边还很细节的设计了一个收纳袋，可以放放手机什么的，真的是细节满分。还有我现在身上穿这套睡衣也是相同系列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唐岛天猫旗舰店报圆圆，会有专属优惠，这个睡起来真的超级舒服，推荐给大家。 OK 各位，那我现在就去刷牙睡觉了，我们明天见。这边来吃昨天购入的各种碳水，昨天一去看这么多人排队，我就买了几个，我也没有做功课，除了知道他们家的小贝好吃，其他我也不清楚。这个是豆乳蛋挞，这个经典的肉松小贝，我又换回了这个麦克风，但我总感觉我这个左右声道收音好像不太准。怎么了苗艺，你刚吃完饭吗？
这个本来是没有打算现在拆的，但是我要把我这个可视门铃寄回去，返厂返修。我需要里面这种填充的产品。我最近又开始买盘子了，对，没错，各位，还挺好看的，这种泼墨的设计，这也好看，稍微深一点点的这种盘子，吃个意面或者吃一个汤比较少的菜刚刚好。我是真的不太愿意在视频里面吐槽某一个产品，但是这个360的可视门铃我之前已经换过一次了，这是第二个，然后这个用了3个月4个月，我搬过来多久，搬过来不到半年吧，又坏了。他们的客服的态度真的很好，因为我可能买了不到一年吧，所以说他们是可以给免费修的，但是这个寄回去的过程就真的非常的麻烦。如果你想弄一个监视器在门口的话，千万记得在门口留一个插座。360他们家的那个监视器真的非常的好，就是那种普通的监控，这个可视门铃我真的是无话可说。现在我刚刚收获的这个罗勒已经洗好了，赶紧来做一下这个罗勒酱，因为这个罗勒洗完之后这个香味真的太浓了，熏脑子的那种。哦，我的天哪，因为我这次收获的比较多，所以说一次性量做的比较大，大家如果自己买罗勒做的话不要做这么多的量。这个松子是熟的，我买的就是熟松子。给大家介绍一种我最近这段时间经常吃的比较轻食类的午餐，这个是熟的鸡胸肉，我刚刚用微波炉加热了一下，特别的快捷，把鸡胸肉稍微的撕一下，然后这个是市售的冷冻虾仁，处理过虾线的那种。然后把鸡胸肉放进去，这是刚刚炒的虾仁还有鸡胸肉，然后这边是生菜，这个是昨天中午跟程姐出去吃饭那个剩菜又给带回来了。我最近超级喜欢这么吃，就有点像那种生菜汉堡的感觉。
朋友见面是这样的。这样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负担。这次我做的这个罗勒酱，食谱的比例我还比较满意。拿一片大的叶子。我之前在韩国，碳水吃的太多，看见什么碳水都不太想吃。这个礼拜刚刚缓过来一点，整个把它包起来，像一个汉堡一样。罗勒酱是点睛之笔。徐州又开始下雨了。今天早上就简单的做了一杯咖啡，然后这个是我昨天烤的一些甜点。这次去韩国学了一个这个马德琳，这个是柠檬的，还学了这个美式大曲奇伯爵红茶的马德琳。因为一会儿中午要跟朋友出去吃饭，我们约的是12点，我感觉如果早上吃太多的话，中午就吃不下了。这次学的这个食谱里面超级的湿润，配一杯咖啡刚刚好。苗一，苗一，苗一有点跟我生气了。这两天这个大曲奇里面放了足量的巧克力，还有核桃仁儿。巧克力，哇，好香。闻闻，你也不吃对不对？那蹭蹭你。等会儿吃完饭抱你好不好？等会儿吃完就抱你。妈马上就吃完了，好吗？快抢！哎呦，喂，大家看苗一的肚子。缺了一块毛，快长出来了，知道吗？过两天就长出来了。就因为这块缺了的毛，他跟我生了好几天的气。我上个礼拜带他去检查了一下身体，心超、B 超、血常规还有生化都查了。苗一整体来说还是很健康的，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这个年龄的猫，主要还是想看一下心超，看看有没有这个什么心肌肥厚，它这个年龄的猫会比较容易高发的一种疾病吗？看一下它整个的生化指标，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营养不良的情况。总之苗一还是很棒的。刚刚百货三脚架的时候把我的手夹了一下，超级痛。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黑眼圈，其实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有看过我之前发微博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我其实又定了一个旅游的计划，定在了8月底到9月初那段时间，因为马上从下个月开始要进暑假班，暑假班结束大概就是8月底，然后结束之后到下一个班开课之前，我大概会有不到一个月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正好是稍微的闲一点的，然后趁着那个时间就想抓紧出去旅趟游。这次的行程定的是日本，对，我终于决定要去日本旅游了，因为这次刚刚好凑到一个朋友，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其实我不会日语，然后英语也不太好，但是虽然说大部分人都告诉我你去日本不会需要特别多的日语，只要你能够简单的说一些英语，然后连比划带猜基本上都能怎么说，就是实现一个正常的交流吧。但是我就是那种，就是如果说把我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准备，我会很慌的一个人。所以正好这次凑到一个朋友嘛，可以一起结伴去，然后他的日语又很好，然后我们俩对旅游的诉求又比较相近，所以就非常快速的决定要去日本玩一圈。然后我那个朋友也是一个 J 嘛，他也是非常有计划性的那种，他已经把我们准备去玩个15天左右吧，已经把15天的行程都发给我了。因为他也在日本留学了很多年嘛，所以说我还挺期待这次旅行的，就是跟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熟知当地的人一起去旅游，我让他尽量呢帮我推荐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次一切顺利的话，大家就可以在9月的时候看到我去日本旅游的 vlog。我今天带相机了，但是我现在不想拿出来，因为在包里。啊，就在那边，我们来吃烤鱼。好长时间不来，这里的光依旧很诡异。我们俩点了一个团购的套餐，所以饮料、主食什么的都是一起上的。就有这个辣味儿，就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这里还有一份油面，这个油面拌这个汤超级好吃，这样吃超级好吃。现在我们吃完饭，今天正好有两个看我视频的朋友来徐州，然后想要见一面，所以现在我们去楼上的咖啡厅等他们。哈喽，打个招呼，这是两位今天特地跑到苏宁这边来见我的朋友。我们来看电影啦，天空之城是不是开始了？可能还在广告。哎，哪边？这边吗？